科啊对前国家队选手国家队的运动员邱一可啊，这场好帅排在第五。变直线，好，对方也要控制你，总有对方下手的时候。你如果没有一定的，哎，就是你如果有防守有进攻，防守很好，你心里很定，你就减少了盲目性，发挥容易稳定。漂亮，逆旋转。漂亮，现在邱一可发球，逆旋转，漂亮，打不了，应该这个球应该撤身，撤身以后呢，他可以选择不，先发球抢攻，这样张立科就四川呢，他们是一胜七负，是处在第一位，是六胜两负，然后呢，广东。啊，是排在第二，然后接着是辽宁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大同，然后。打好了，还是可以上去的。漂亮，太漂亮了。非常从容。漂亮，风汽车俱乐部啊，除了有邱一可以外，啊，他们像把这个日本的第一号运动员，虽然在日本的时候对我们有一定威胁啊，但是打中国乒超联赛啊就显得软一点，啊，拿分是非常能。陆安集团的张继科发球，好的，情况来看呢，和张继科比啊，在进攻和防守的方面还是确实这个。除了第一线的运动员以外，他们还好的，再来打啊，很难拿分啊，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，啊，我们整体水平还是比较这个厉害的，就是山西大同和华东理工啊，大家熟悉就是郭燕，除了武阳李晓丹，他们把这个冯天威刚刚拿到世界冠军的新加坡选手啊，把他又请过来了。啊也啊请过来，所以可以看出这个反拉，就是他在不同的点拉球，他有的时候在高点，有的时候在下降点，就是拉几板以后动作也不变形，啊，另外呢看起来很有数，刚刚出台的时候难度大的球他用小动作，出了机会了或者退到中台了用大动作，他运用的非常合理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好，观众朋友，这样呢，山东鲁能陆安集团就战胜了四川，那么他们和浙商。